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那个看了这两天的这个川普的推特啊，尤其是这个在美国独立日之后，我发现川普目前推特又往这个仇中啊、反中啊，然后煽动这个他的支持者反对中国这条路去走了。呃，前些日子呢，他不是一直称那个 China Virus 嘛，对吧？中国病毒。那么有一段时间他就不这么说了啊。 但是呢，这个我发现这两天他又开始提了啊，又把这个中国病毒这个事情又提起来了。我个人感觉他可能还是还是觉得这个选举啊压力太大了啊。现在呢，除了打中国牌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手段了啊。而且认为他可能觉得这个打中国牌还是有效的啊，还是有效的，还是有用的，所以他继续把这个东西提了起来。呃，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纳瓦罗。 啊，纳瓦罗最近这个话里话外啊，这个反中的这个情绪也很高涨啊，包括这个赵立坚记者会什么的都这个呃正面怼他啊，说什么呃美国的民主也是因为中共的破坏啊遭受了这个损失，所以所以说白了就是美国现在一切的啊国内的矛盾、国内的问题都赖到这个中国共产党身上就对了。 啊，这是他们目前共和党的一个竞选的策略啊。不管说什么问题啊，无论是你内政也好，无论说是你防疫也好，啊，那个哪怕你就是国内游行也好啊，这个罪魁祸首都是中国共产党，他们就统一口径啊，统一步调。呃，具体最后打这个中共牌，最后能对这个大选产生具体多大的影响，这个还不好说啊。没有投票，谁都不知道最后的结果。 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呢？这两天，前天吧，还是大前天啊？那个达赖喇嘛，达赖喇嘛过生日啊，八十五岁生日。然后呢，台湾又很高调的在替他这个庆生啊，而且还是在视频上，然、啊、后双方还在视频互动。呃，达赖在视频当中呢，除了感谢台湾的这个热情之外呢，也提出了想再次访问台湾。 啊，因为达赖上一次访问台湾是零零九年，现在蔡英文当政也二零年，也差不多十来年了啊。达赖喇嘛又觉得可能又想再去一趟了。那么台那么台湾这边呢，对他的这个回应就是呢，目前还没有收到他正式的这个呃访台的这个申请啊，但是呢也说呃、啊、乐见其成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正式提出申请的话呢，台湾也也欢迎啊，也欢迎。 呃，目前来讲，这个美国台湾呢、啊，我觉得随着美国十一月份大选日期临近，这双方啊一唱一和，啊，这个打反中牌是越演越烈啊。别看蔡英文已经顺利的连任了，但是他现在是在完全的配合川普啊，嗯，他们现在走的这个路线呢，都是在踩这个中国的红线的边缘。 大家看到了吧？比如说台湾对达赖喇嘛的示好啊，对达赖喇嘛的互动啊，等等吧，啊、嗯，都是那种就是说你你最讨厌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对吧？我怎么恶心你，怎么来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台湾和美国这对是吧，亲密的伙伴啊、嗯，集体起来恶心中国，呃，是不是有逼中国动手的含义？这个还不好说。 啊，我觉得台湾政客再糊涂，他也应该也知道，一旦真动起手来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好果子。我个人认为，就是他们的他们的预判是，不管怎么样，中共都不会动手。啊，他肯定不是为了逼中共动手，而是他们肯定预判出，中共在这段时间，可能国内有国内的很多问题啊，包括什么洪水啦、啊，包括疫情啦、啊，包括经济啦、啊，他觉得中共在这个时间的话，你再怎么去恶心他，他都不会动手。 呃，那这这个时间呢，也是个好机会，对吧？既然他不动手，那我就使劲儿的这个踩他，踩他完了之后，我还能取得我自己的这个，呃，国内的政治利益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大家可以看，就是美台最近的动作非常大啊，动作非常大。其实我们其实说实话也有点无奈了啊，也有点无奈。你像台湾近在咫尺啊，他屡屡的去踩你的红线。 但是目前来讲呢，我们除了在经济这个层面啊，对他施加一些压力之外，在其他方面没有没有给台湾造成一些实质性的伤害啊，这是实话。最多就是今年年底那个埃克法给它断掉了嘛，啊，给他断掉了。但是你说除了那个之外啊，包包括自由行，包括那个去那边上学，好像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能让他感受到。 切肤之痛的那种惩罚没有，啊，尽管国内现在很多人呼吁呼吁武统啊，呼吁武统，但是总体来讲啊，中央那边所放出的风声来讲，这个武统的这个这个信息还不强烈啊，还不是很强烈，我觉得可能还是没有把这个台湾问题放在。 放在就是起码前三名嘛，应该目前还没有分排到前三名这个顺序里来，只不过是呢给他施加点压力，让他不要在这个呃频繁的啊频繁的这个招惹。但是呢，目前来看呢，台湾呢是步步进逼啊，没有这个停下来的这个意思。就包括这次的达赖，我们刚才说的这么高调的替达赖庆祝生日，又。 跟他们达赖这帮人呢，又非常热烈的互动啊，又这个对达赖要要求再访台湾的这个请求呢，也非非常积极的回应。可以看出，台湾现在已经有点有恃无恐了。再加上美国现在在南海又在军演，他觉得美国的南海军演可能就是为了保护他而来的，他就觉得自己的腰杆更硬了嘛。这个也许是他的误判。 也许是他的误判，但也许他判断对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即便这么做，呃，北京也尚未对他进行一些特别有利的一些惩罚，这也是事实了啊，这个也是事实。呃，不过说实话，蔡英文在这段时间也攫取了不少政治利益啊，包括香港啊，包括方方面面，只要是打反中牌，最后该上台再上台，对吧？ 该赚钱的赚钱，都拿到了自己的这个想得到的东西。还是那句话啊，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，我们其实有点无奈啊，也没办法，我们也左右不了时局，对吧？只能是静观其变了，还能怎么样呢？